OK， 关于 0.237 版本无法分屏双开的问题， 0.237 我们现在打开双开的时候它是暗影状态的，没有办法点动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？进入手机的设置，滑到最底部，更多设置，开发者选项，滑到接近最底部，好，往上面一点，将活动强制调整大小给打开，在应用将活动调制为可调整大小打开，重启手机，第一步联网，第二步打开我们的定位软件，略过提示，设置路线，开始运行，打开我们的辅助 0.237 运行，选择第一个，加载成功，接着我们打开双开分屏，双开切换到双开模式，打开成功，上下共同的位置啊，显示 IV 一球 excellent， 抓到精灵了，上下同频同时运行。